你都能发现他，你都要出对症。你家还有没金钱吧？没金钱。没金钱哦。这家日子几大屋的嘛？几大屋的。几大楼可以走动的呗？你大概啥时候发现孩子？今早早上就8点时候发现。8点多哦，那就现在还有1个多小时了呗。袁凤坤从事野生动物救助近20年，具有丰富的经验。大概就是个看看十几天这个月就要下下着，那可能这母药就这跟前有下着了。再让我们先看过，先观察过，要是没有的话再说。这只幼灵是否需要人工救助，他还需要仔细判断。7月是青海湖一年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时期，无数新的生命不断涌现，但这些新的生命也随时面临生死考验。这种人当时孤立了不成，不能把人住着这么累这么累的，那么还可能发现的。就是那么可能见到他也不敢来哦。我蹲他那里。我在母药要是跟前不来哈，可能母药已经那个的出汗入味的，再不成的那么抓子不是他这个物事了。我们一般产高具的时候，会准备一个奶瓶，还有牛奶。一有求助电话的话，就害怕他们是吃不到奶，体力跟不上。这现在也就只能送到救助中心了，附近也没有母羊，它也没有羊来领它。放在野外的话，估计会遇到意外。周边那个狐狸啊，这些也挺多的。就是今天早上，那么那个群众家的那个三斗子那口救助他的这个普实院的娃娃呀，可能就是个十几天的就能够，那么那个啥，周围观察了这母羊也没领了呀，周围的那个羊群也不见呀，来再那么送到你们家来的话，你们麻烦着，那个啥哥哥啊。你好，吴处，今天又给你送小宝宝来了。不是吗，母的。母的。那好的。来，又多了一只小千金呗。当我们保护在上面，十万个放心。肯定放心的。救助回来那个圆圆也特别好，长得特别高。把它养好，明年我再过来看它。20多年来，牧民发现了30多只失去母亲的幼灵，交给了保护站救助。目前全部成活。